昨晚那劲儿呢？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和沈先生聊得好好的吗？刚才我还听说你要搬到他那儿去住呢。我就是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。我现在婊子也做了，孝我也赔了，可是我就是杀不了他。
沈主任，嗯，见上。沈主任，这是您要的跟韩培军父子有关联的所有人的名单。哦，谭华，这个谭华是谁啊？啊，这个谭华是工北巡捕房的巡捕班头。 韩培军生前跟他的关系最为密切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据说韩培军死了以后，他儿子韩子生的工作是谭华给安排的，所以韩子生跟谭华走得也比较近。现在外面还有一种传言，说谭华想让韩子生当他的干儿子，方便日后养老送终。这个谭华他自己没有子女。巡捕班头。 莫小姐，你很准时啊！你好，我是方军年的朋友，我姓周，你应该也知道了老方的身份有些特殊。他为国家、为抗日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可惜他……我们不需要介绍这些，对于我，这些已经没有意义。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先告辞了。莫小姐，请留步。我这次来是想请莫小姐帮一个忙，也算是完成您丈夫的一个心愿。我希望莫小姐能帮我找到方君年保留的一样东西，那是一份名单，它很重要。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？我是个舞女，现在除了钱，我不会做别的。我可以帮助你，可是我已经把他的东西全烧光了。老方不会把那东西随便放的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它关系到很多爱国人士的性命。 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不对，肯定有问题。看你这几天都闷闷不乐的，是因为沈先生？难道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，
沈先生那个事儿不行？胡说什么？没有的事儿。小姐，能请你跳个舞吗？叫我们到这里帮你搬家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东西还没收好，咱们明天再搬行吗？这个我多给你们加点工钱。哎，好嘞好嘞好嘞，谢谢谢谢。慢走啊。
小邓。哎，莫小姐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那天跟你换班的那个人还能联系上吗？我有点事儿想找他。好好好，您上车。你的东西放好，那我先走。多谢。斜对面鸿运金饰手店让我给您捎个话，肯定要的首饰盒他们做好了，就在店里呢，请您去看看。首饰盒？我没有订什么首饰盒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没错，您昨天不是和周先生约好了吗？哦，对对，谢谢。周先生，莫小姐，您来了，请坐。这样做，您太危险了。您可以再考虑考虑。不必，我已经死过一回，再死一回也算不了什么。可是我需要向组织汇报。难道我不行吗？啊，不是，是没有这样的先例。个人非常感谢您能有这样的想法。好，那我等您消息。
沈主任，啊，这又怎么了？啊，行动队的人正在审讯呢。哦，怎么着？又抓着重口了，这么来劲？啊，这次倒不是，这次抓到的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。哦，说是共产党在天津码头边上的一个联络点。张队长审了半天了。嗯，跟张队长说一下，手底下悠着点，人打飞了，说不出什么实话来。 陈队长，看来你抓捕的猎物一定让你收获不少啊！大总，您怎么知道我抓到了人呢？你的验血方案说明你没有睡好觉，头上有血汗，说话口干舌燥，脚上还有淤泥，说明你昨天凌晨或者是今天早上参与了一起追捕行动。 看来大佐的观察力真是超乎常人的想象。哎呀，我只是个一般人，是你身上的细节说明了一切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抓捕的这个人是共产党。这您又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是你身上的线索。你这疲惫的样子，说明你追捕的时间不短。 你身上有一股鱼腥味儿，证明你去的是下层人待的地方。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不会潜伏在这个地方的，这就说明你抓捕的一定是共产党。
不要说了，我想听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啊，是这样。我们在码头的鱼市场破获了共产党重要的外围据点，抓获了一个鱼贩子。经过审查，他交代了很重要的线索。这几天，共产党会有重要的人物在天津接头。徐曼，那了解到具体的接头地点和内容了没有？ 具体内容现在还不知道，因为这个鱼贩子他只是共产党的外围人物，知道的并不多。他只是说接头的人会化妆成关外做买卖的，但是接头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就在顺兴街的瑞生茶庄。张队长，接下来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哎，大佐放心，我已经布置好了暗哨，绝对让他们插翅也难飞。好，希望张队长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，一定不辜负大佐的期望。啊，对了，这几天沈西林在做些什么？嗨，这几天我的人可一直跟着他，他就没干什么正经事儿，天天泡在那个喜乐门，好像是看上了那个叫莫艳萍的女人，啊，就是之前那个清宫分子方君年的老婆。大佐， 这个女人现在成了喜乐门的舞女。看来这个沈庆林是一个很会享受的人啊！啊，大佐，啊，有人风里雨里，有人吃喝玩乐，要是天津站主任这个位置由我来做的话，那情况一定比现在好得多得多。张队长，你胸有大志，我了解。只要张队长肯努力， 瑞生茶庄，怎么在那儿？那儿离这码头近，时间紧迫，张方急着要赶回去。可是瑞生茶庄是我们新发展起来的雷楼点，对周围的环境我还不熟悉，这太冒险了。赶紧通知张方，改变接头地点。坏了，来不及了，张方已经在路上了。要不，我去接头。不行。 天津的情报联络必须由你在。要不让子升去？子升也不行，瑞星茶庄那桩电话，子升没有掩护，容易出问题。那可怎么办？还是我去吧。老周，谁去都行，你不能去。
你是天军，我当地下工作的负责人。你万一真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出了问题，负责人可以换，可你们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去了谁都不行。顺进街我还算熟悉，再让红运车行的弟兄们帮忙拦掩护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不行，老周，你听我。算了，别再争了，这是命令。 找个佣人，我要的不是佣人，是男人。怎么了，兄弟？最近每次了跟喜乐门都能见到你，也不喝酒，也不跳舞，花花世界可没你这么玩的。 我刚来不熟，不太熟。刚来，我都见你四五回了，还刚来，就不想找个姑娘搂搂？我就看看。哎，你看这时间不早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还跟我装？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啊？你们行动队一共有几块料，我数都能数得出来。你叫陈三儿对吧？邢主任。 哎，你别生气啊，大人有大量，我这也是上面一个命令啊。命令？有行动啊？不，这什么行动啊？这个。给你开个玩笑，来这儿就玩的高兴点，开心点，又不是庙里的和尚，对吗？我给你介绍，你看见没有？穿旗袍，粉红色，那姑娘。 月凤，邀功可是玉泉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这不太好吧，亲？你呀，你还挺挑啊，你啊？你看，你看，您在这儿呢，我怎么看？这德行！哎，酒给我，一个杯子够了。怎么样？这才几点呀？这又哈气连天的。 这两天去花街柳巷去多了吧？要真是有女人陪着就好了。我这差当子，您是不知道，这两天一直盯着那个顺兴街那个瑞星茶庄，逛完可能有活动。我倒霉，在暗哨里盯了一天了，晚上还得跑这儿来熬着。别提了，那是挺累的啊。既然这么辛苦了，那就好好玩玩啊。哎，酒喝了吧。哎。 记住了，那边那姑娘，岳凤。哎，孙主任，这不太好了。是。
已经到了，咱们的人没能提前截住他。这次接头很重要，不能有任何危险。是。好戏要开始了，都给我定睛点。不行，你这盯着，我不放心让你去看。我不能来啊！这次情况特殊，我命令过行动队，谁也不许透露消息。哼，听见没？我就成外人了。你不用看他，特别行动队的人被你都调光了，这么大的行动不汇报呀？武田大佐说过，特殊情况，特殊处理。哦。别盯着，快去通知所有跟茶庄有联系的人尽快撤离。我去通知张芳。哎，太危险了，您不能去。张芳更危险，他很可能已经暴露了。不行，还是我去。这是命令，什么命令也是我去。真要是有功劳，没人跟你们抢啊？怎么样，这都盯了两天了，有结果吗？沈主任，这你他妈怎么那么多废话？啊，队长，闭嘴。脾气大没用啊，情报准确才是真的。别有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这共产党跟军统可不一样，张队长，你那套办法别到了关键的时刻不管用啊。就那个就是一车夫啊，别他妈废话，车夫也给我提醒。是，我就不信这共产党真能占卜算卦，冯老板，可算找到您了。你是？是周老板让我来接您的。周老板，我们家周老板说了，这茶庄的货有点潮，您别在这喝了，跟我走吧。等等，冯老板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？金蛇鸟飞绝，我也有暗箱来，这儿危险。哦，原来是周老板的车夫啊。行，那我走一趟。行。队长，人要溜怎么办？要不要跟着看看他们去哪儿？动手！Thank you.
张队长好枪法呀！不过咱们不是要抓活的吗？放心，陈主任，我打的是他的胳膊，他死不了。倒是沈主任你呀，看来是在办公室时间待长了，手软了吧？但是我提醒你，对共产党可不能手软。 手里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带走，行，走。